关，然后衣服都没画好，就画五官画怎么样，就衣服都没画好，忘记了，就来不及。然后就说：“老师，我考试重点在这里，看这边。”看那个 box 三个图。好，大家就先示范到这边，因为其他我要慢慢画。然后这会让你们一直画到下礼拜，因为真的要花一点时间。你看，这样基本的一个，他做一个基本的那个建成已经画出来了。这样还没画完，还没画完，前面也没。你看我这是刚才画的嘛，这我上一节这也没画完，但你这样远看就已经看到一个基本的一个建成都出来了，样子也出来。这个也还没画完，你看那个都要慢慢画，这都还没画完哦，只是一个基本型而已。所以我们下礼拜是教基本型。就是你能够画，你可以画多细就画多细啊。你因为搞不好你时间，你有。